大埔铁板烧平镇新店开幕，地址位在平镇区延平路一段和康乐路交叉口，宝雅商场的对面，龙岗地下道旁。这边以中原日新路店的浓重口味为主，为大家推荐介绍其他的分店。喜欢中原店口味的朋友，还可以选择中立环西店、杨梅浦新店，还有开头提到的平镇新店，这几间出餐水准口味大都一致，不容易出现改天吃换人炒，味道就不同的问题。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就近有新的店家选择。